走侠客罗古道，从养老登山口起登，主要是来看传说中的白石吊桥。因为是开车上山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是 A 进 A 出，到白石住宅所一日折返，来回大约是20公里。我们是停在稍微要走一段路的私人收费停车场，也是蛮方便的。另外在登山口旁边也有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里面有洗手间，建议出发前先来上一下厕所。等一下，前面那边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司机，有卖烤香菇。这条好像没有烤香菇，没有啊，生我看那边生火呢，那是取暖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准备从养老登山口出发。12月到1月来是最好的赏枫季节，但其实我们12月中爬还是蛮绿的，有点可惜。途中会经过木炭窑和素媛、马鞍、武神三个住宅所，其中一个拍照景点是竹林，我觉得这边是个非常适合拍照的景点。我们台湾以前外销靠这个赚很多钱。那个的一颗一颗的是果实还是叶子？那个老师没有教我。现在青花石那边以前产地很旺嘛，现在那边有一个在专门种这个的基地了，那用这个去做工艺品。它那个会成青，中间有一个洞，那个把皮削掉。跟空心菜一样，彩色的那个，跟空心菜一样。对啊，太猛了吧！对啊，那个超长的。还有小三角。在经过木炭窑之后，我们先稍缓吃个早餐。大部分路径都很平缓，感觉就像在散步一样，特别是会经过很多相似的小木桥，被走到有一种交错时空的错觉。马鞍住宅所的腹地还蛮大的，有很多人会在这边休息、吃东西跟拍照。我们刚刚在吃早餐的时候已经休息过了，所以大概绕一下，拍完照之后就继续往前走了。我们刚刚经过了马鞍，没有啊，没有任务，我只是去下载，应该还有一半。那时候走，我就开另外一个的那个路线。武神住在所，应该这个吧？对啊，应该这边。其实住在所大部分都看不太出来原本的样子，只留下少部分的土墙和遗址。我觉得这里大概只能用心去体会了。如果有看到警示牌，千万不要再往前走。这段要走高绕路线到白石吊桥，相较前面平缓的路段，这边相对会比较陡上。好走吗？好走，好走。哦，你要拍那个过程是不是？对，那你要镜头放下高绕上来之后，会有路段比较窄一点，这里可能会需要用到手套，搀扶旁边的绳子比较安全。因为我们来的前一两天有下雨，所以山上路段都是湿湿的。提醒大家，如果天气不好，走这边真的要小心。
前往白石吊桥有段魔王级的陡下木梯，而且有两段，这边要小心木梯不见得都是牢牢拔在泥土里，有些是会松动的。据说是侠客楼古道最有挑战性的一段。嗨，那你好，张凯，张凯。转过来，站好，好，看。当你走到这种木阶梯时，表示你在五分钟就可以抵达白石吊桥了。我自己觉得这段木阶梯很浪漫，有点像名胜风景区会有的那种木阶梯，就像是我家的衣柜一样。来。已经开拍了吗？白石吊桥建于日本大正十年，在民国36年的时候二次修建，还蛮惊讶这座桥居然已经存在100年了。从桥上俯瞰的风景超美的，但桥的宽度不宽，要会车或是拍双人照会比较需要技巧。偷偷建议大家拍完美照后不要逗留太久哦。半小时。拜拜。拜拜。好。一般来说，从养老登山口起登的折返点是白石吊桥，但我们今天决定攻到白石住宅所。大家，我只想说一句，这段真的偏难。可以说是今天整段步道最需要心理建设的一段了。整段 1.5 公里要走大约40分钟，海拔上升300公尺，维持心态不要崩掉。我当时已经走到无法做好表情管理。从这个立体路线图可以看到，中间凸起的地方是白石吊桥到白石住宅所，陡度跟前段相比真的是不同等级。供完汤。当你看到这段木阶梯的时候，就表示你已经成功了。哦，这里吗？哇，是哎，太好了，步道。请说感想。很开心啊。很开心。白石住宅所海拔1623公尺，很多人会来跟白石派出所或是标示处拍照。我们吃完午餐拍完照之后就准备要下山了。好气啊。回程终于出现蓝天。有印象啊，白石吊桥到白石住宅所，对，这一段最有印象，累到快要往生。但我觉得有拍到那个警察局，警察局就只有你觉得警察局，还是你们都觉得还好？